时光观列车到了2014年5月7号，瑞芳红鸟的我，18:55出发的是来了438次，苏宁发车叫花路银行台东的超值直达，用3000型的皮蛋豆腐藤咬性能机这辆列车准备通过。啊，今天跑完41嘛，408、41、43嘛，对，耶、yeah ，皮蛋豆腐藤咬。3002，哇，今天跑3002。拜拜，我的用3000型12000组3002皮蛋豆腐藤咬性能机自由列车，438次的超日直达在瑞芳。王朋友通过了，谢哥啊！如果下面个马掌门多多对我们的一级观好评，感谢大家，拜拜。超感动的，谢哥，大家。